啊，今天举办健行的活动，那希望大家能够响应无痕的家园哈，那也希望透过健走活动呢，让每一个爱好运动的啊青年朋友哈啊能够呢啊勇于参加啊，然后勇于投入，那希望就是说透过健走活动呢，能够促进这个身体的血液循环，让大家越来越健康。